什么玩意儿？你在看什么？手上戏吗？自己都不知道干嘛的是吗？懵了，我一开播就懵了。开了没讲？开了。欢迎我云云，等一下哦。刚刚怎么样啊，云云？欢迎兔兔。9:13了。反正头晕目眩的，是不是贫血呀？咱们这个怎么改？要不就先不放了。加点鼠标啊？那先就今天先不放了吧，这活动。那就不要加点鼠了，好吧？这个要等你们有活动吧。哦，好。等等啊，等一下哦。小明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48小时没有揉耳朵。星光开启4倍，你弄吧。哎，算了，要不然就在这儿加吧。4倍是不是7天呢？开守护金群可以加位。看郭慧说，好像到4倍是7天的。
活动取消的是不可容，好像上来就打一架啊。超彩礼了嘛，他打一架，我呸。手机怎么可以守护？云云，你叫熊孩子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可以守护手机？稍等一下，我们家那个管理哥哥教你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先把这个东西设置好，嗯，先把这个东西设置好，稍等一下。灰色，就这个，确定？灰色，上面那个灰色，确定？手机排行守护榜最下面开头守护，方块，然后放在这边。不一样就不一样，但很重要，放在我这边。行吗？再拉大一点。好好。没有守护吗？如果我不用守护的话，可以核算成星光，多少？三千吧。对，三千个星光也可以，因为守护是300，如果可以合算成星光的礼物，3000也可以，3000的星光也可以
那个刚刚要加开守护的宝宝，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守护的话，你可以3000个星光一样的，跟开守护一样的也可以进去。今天1毛钱大牌子，3000个星光也可以卡为金群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是瑶妹，瑶瑶小姐姐，瑶瑶星光四倍了。我都没有看到你的照片，反正贼好看。每天瑶妹再发几秒钟呗，就几秒钟好。粉丝找找的星光叫呆呆吧。好，等我在的时候，然后开动我，你叫我。
风铃是吧？好，谁呀？风铃，风铃，把这个点播项目做了。看见有人点播是吗？有，你拿吧。
听一下。
是想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啊，别闹，咱们先做一波一波搞僵硬吧，一会儿做木鱼好吧，戴好耳机，下这个，对，
那个点播单，点播单，给听一下，不然他们听不到。感谢，到底来自哪？林小星，林小星。呀，这声音不然太大了。对。没有 DJ， 这是睡觉的，怎么会放 DJ 呢？一声要打耳朵，算什么都没有。